公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。我喜欢有历练的男人，这样肾脏会不会不好？吃那么多盐，有历练，有历练啊！哎呦，天哪！哎，小优，木马没有摇左右的好不好？有 feel， 刚刚的酒杯，装着妈妈的相思。你这个面嘛。你的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。面真的面。想你三日三日。有举牌的吗？袂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采工，风吹草动嘛心忧。想你三日三日，一点一滴啊怎放袂记？乎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只有是随风乱纷飞。最后的机会哦，最后。无辈偷枪，无辈扛枪，没有举牌也要给人家掌声鼓励的。吴强为什么不举？我觉得他声音有点太沧桑了，太沧桑，对，有点好像就是你怕一出来六十几岁，这么沧桑，觉得他很像喉咙有使用过度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他好像可能他有在酗酒，对，酗酒，或者是而且他唱这感觉会有在喝那种阿比的感觉，哦，哎，说不定有可能有代言阿比，哎呦，有机会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英英你。这么挑啊？因为我觉得对，像他们说，就是感觉比较沧桑，可是我会喜欢阳光一点的男生。阳光，对对对，所以就觉得他有种跟生的 feel， 是不是？太沧桑了，很阳光的。故事我阿弟也不爱，这弟不爱。我觉得跳太漂配了，我抓不住他，他太漂配了，太大你抓不住，抓不住，太大，就是他太漂配，然后他永远都会喜欢他。他什么都接呢？是我们讲话不对，是太短抓不住他。对，在家里的时间太短。对对对，对，无法掌握。好了，那就所以由你们两位选择他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来行诶啦，原因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。我喜欢有历练的男人。这样肾脏会不会不好？吃那么多盐，有历练。有历练啊，有历练，因为他这样看过什么风，就是他什么都看过，大类，他才会中意我这一款，保护你啦。他知道这些都是浮云呐。哦，对对对，鱼肉吃多了，偶尔吃个青州小菜。而且宪哥，我一直这样摇，其实我有点晕。真的吗？对，来来，婉婉儿。就是像这种比较 man 的声音，比较男子汉的，就是会比较尬死，会保护你的安全感。对，我们喜欢是不是喜欢那种大男人说哇，对，你不细啦，不跟累的，对对对，把你壁都在墙壁，他喜欢这种，把你要你去哪里去轮墙，他喜欢凶的，要打他的脸，相对容易。不要打，不好，随便打都打，哎呦紧张喽，小优、婉婉儿啊，出来你们的男神，那出来之后就是男神选你们喽。对，好，一起来欢迎男神出场。来，为大家出头。对，加强这，去春风啊！哎，来不及
啊，结果哈，原来是你哦，二四六七六七个妹哈，总共就剩下这两个跟这一枚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这个我买了那个 say hello 一下，跟大家问候，嗨，你奶奶胃寡啦，你笑什么？彼此有认识吗？有看过吗？有认识吧？私底下聊过天吗？有有。聊什么？聊什么？听到有吃饱了没？哈哈哈没有睡起来很不饱。你前面叫人去甲弄了，你已经吃饱了。啊，你有吃饱了不？嗨，我也住过台中。小又小。大雅啦，大雅，嗨。我你玩跟洋葱？没有玩大短耶。他说你跟洋葱比较近。他都推给洋葱啦。这是在打枪吗？来大雅。